那个其实弹琴对不对？你像你比如说好，你同学为了要练论吧，好吧，然后就想了，比如说上次说什么不知道谁推荐的说什么那个《岷江夜曲》好了，好，其实《岷江夜曲》，然后你第一步开始你一定烦恼，糟糕的这个旋律的话在哪里啊？然后歌词在哪里啊？和弦又进行是什么的？其实都是在烦这些东西嘛。其实你可以专心的是，你就拿这首歌来练啊 ，Autoleave 来练，歌词也有，旋律也有。最重要，其实你练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你练的目的是和弦你就把论把会打，然后趁这个机会，你不要再花很多时间，你就练到几个调来了嘛。比如说我常常讲这个最重要的调，你自己就尝试一下子。就练几个调，你可以把所有的精神，对不对，花在这方面的。比如说你现在 C minor 会了，再弹 F minor， 然后再弹 G minor， 这才是正途啊！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省下来嘛。我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比如说你花了很多时间找这个《岷江夜曲》，对不对？然后去找歌谱，又弄了半死，然后和弦又不知道，这个然后练完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！等你练完之后，你发现奇怪，我实在没有什么没有收获，没什么收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练了半天，你还是在那边西调那边打转嘛。然后只不过是你会弹以后，你和歌词歌和弦记会就看着和弦在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你实在一点帮助都没有呢，对你帮忙不大，懂不懂意思？你还不如花时间，对不对？你就用这首歌，而且和弦记又漂亮，又养成好习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专心的在练，把每一个调把它练好，这样才是正途啊。这样练完之后 ，C minor 也会 ，F minor、G minor， 然后再来 D minor、E minor， 就这才是正途啊！所以我一直常常讲，你不要练很多歌呢，弄得有的没的一大堆。练完之后，你再问你自己，你到底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得到啊！因为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谈那些和弦，比如说我们简单讲好了，像《岷江夜曲》，《岷江夜曲》的和弦就是哆啦瑞类似这种的呢。那凑来凑去，咪啦瑞咪啦咪啦瑞手都就这些、啊，而且又不是很正规的呢，对不对？那个是帮助并不大呢。你花那么多精神在这上面，你就挑一个你旋律你又知道的，比如说 Autoleave 是非常好的那个，所以你们挑这些这和弦进行又漂亮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养成好习惯，和弦进行你就不要花脑筋再弄有的没的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观念好像同学都没办法接受过来了，都喜欢弄一些有的歌有的没的这样歌，弄得一大堆这样。你看看我现在在弹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杨姐说这个我左手弹什么？我当时弹论把，你看。论吧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哎，不要在那个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搞别的这样，拿几首 standard 的曲子，然后可以用很多拍子来练习这样。我们重点是在练习哦，练习拍子节奏。比如说你这个论吧好了，论吧是这样的，咚哒哒咚哒咚哒咚哒哒哒。那你在弹旋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有时候补上去的时候。是活的东西呢，你在空档的时候右手有时候补一下子，那有时候左手的话有时候
你不那个拍子正好那个懂的他抽不上去，你就是不一定要用那个拍子，等到他很明显的时候，那个你再补过来这样。不说一定死死的，一定从头到懂哒哒懂哒懂哒懂哒，不是这回事。你说如果因为我们一台琴，你知道吗？它是活的，你左手有时候论把的时候，只要一像论把叫110拍左右的话，你所有拍子都可以用啊。你到时候你爱用什么拍子，你那个你用 stride 的都可以补一补这样子，对。所以以后你们弹什么歌，你们都用这种来练习嘛。论把就回去就下礼拜来，你就弹个论把给我看一下，你就 po 上来，你就老师我现在弹论把，然后我用 D minor， 我用 E minor， 我用 F minor， 我用 G minor， 我用 A minor， 我用 B minor， 哇，那太厉害，那就好了，这才是正途啊。好了。